讲你昨有去看阮妈？阿姨，多谢你呢。哎呀，是啊，这阵啊，我唔知是去打着狗屎还是安怎，做甚物代志哦，拢作衰呢。对啊，嘉龙即马佫想要跟我离婚。前几天哦，我佫去拄着车管呢。阿姨，先安尼啦，我连刚刚才看好你哦。黄安，是我啦，永琪。哎，永琪，你奶奶，哎，你别坐啊。拍摄啦，阮家有淡薄仔乱啊，我拄则在整理物件啊，所以哦，互你等足久的哈。啊，我倒水互你啉啊。啊，嘛免遮尼客气啦，搁较安怎讲，我嘛是你的小妹。啊，是讲，看下，你住遮隔音足歹吼。嗯，是啦，来啉茶啦。啊，毋过有遮大，已经哦足好啊呢。啊！拄则我伫个外口听着你伫咧讲电话，啊！你讲啥物？你拄着车管？想要套我的话？啊！是倒一工拄着车管？敢有遮严重诶？恁拢无甲阮讲啦！啊！最近阁才出代志，你阁拄着车管，啊！你会足烦恼诶呢？迄也无啥，我着想讲哦，阁最近发生遮尼大诶意外。啊，这小款代志，我都无想要去麻烦爸，还佫有你啊！搁再讲啦，那真正足严重，我即马哪有可能坐伫遮佮你开讲啊？你讲对无？我刚才你无代志啦，啊，是讲你的车即马是安怎？啊，就是吼，唉，我甲车停伫个路边停足久的，啊，前几天去看的时阵哦，才发现讲哦，迄停伫个停车格内底啊，结果去互人弄呢。害我搁爱把车哦牵去修理，真正是有够衰啦！欢欢，你到即马搁伫搞我五四三？警局警方给我的资料，你并无一直跪伫个遐，行车记录器嘛翕着你上你的车，而且你的车还搁有监视器翕着一台车就同款，你搁讲毋是去你弄个？永琪，我知影我做做些对不起恁手家的代志，啊，不过一码归一码，你袂当因为哦，搁这边发生意外，就安尼凊彩冤枉我啊！那安尼你要哪解释？想到你的就你的车，那是因为我嘴干，所以哦，我去你车顶哦淋一滴水啊！你明明就讲你是因为等公车才会迟到，想出来你的车会出现第一条。我好啦，我承认啦。迄天哦，我睏过头啦，所以哦，我唔只会骗恁讲哦，我是坐公车去的。其实我是开车去的啦。啊，不过水也无啥。你敢大哥全是白贼话？永琪，我真正无法度接受你安尼指责我。即马真无简单，大家已经拢接受我，我真正无法度因为这件代志安尼继续误会落去啦。行。咱即马就去病院，去门口。来，你即马根本就是靠这个阿弟在昏迷，你才敢讲话这么大声？你安尼讲话是搞不了呢。我不着你，你即马上好赶紧坦白，啊，若无等警察来查，你就搁较歹看。你家阿哥讲，你是安怎弄着伊的？哥，我无啊。永琪，你在讲啥？伊弄着我，对，你互弄着以后，伊开的迄台车，当人翕到有人开走，刷落来，我就发现伊马上去修伊迄台车。哥，黄安会安尼做，伊就是为着伊家己肇事逃逸的湮灭证据。啊，不过无可能啊！我伫起阿车弄着进前，黄安伊拢跪伫我面头前。
伊拢跪伫你面头前。韵如姐，如姐，阿乱，还惊啥？你咧拍牌时阵，哪会袂惊？阿大姐，拢煞煞对我家来要真干，咱一寡命大，早都去地下啦！哈哈，你去等啊！我知啦，是我唔对啦。啊，不过你时阵哦，真正就超过好不好？超过。是啊，我连续给你哦，剩几下嘴皮呢？到今嘛，我感觉我的面搁足疼。敢有比你摕相机拍我的头较疼？我摕迄相机哦，只是轻轻啊拍一下尔呢。谁知影你这个人这样尔无动头啊？你真正是够酷！好啦，你莫搁生气啊啦！搁较安怎讲哦？大家哦拢是坐伫同一只船顶面呢。今嘛不是咱市内放的时阵啦，嘿，你小心哦、喔！我拢叫伊哦去避风头啊啦，我今嘛嘛要走路啊啦。你若是搁安尼继续乱落去哦，咱两个哦会做凄惨的啦。今嘛到底是啥物情形啊？啊，就是迄个饭桶林小心啊，人讲了准拄煞啦，搁伫遐哦出啥物馊主意啦，即声哦真正代志大条啊，害我哦又搁要去走路啊啦。你莫聊做讲我看袂出哦！你这个人一拄到代志，就甲责任送予别人。这毋是咧，韵如姐，这边真正是你小心哦，伊出包呢。你到底会搁做啥物代志啊？老周当会敲电话来，你唔敢接？目前啊，左阳市哦，遮卖证据哦，搁较无够齐全啦，所以哦，伊还无法度拆破啊。啊，不过我就是惊哦，伊即卖如果是毋是找着啥物新的证据啊，所以老周当会唔再敲电话，要来算账。无头无尾，你到底是咧讲啥啊？啊，就是我开车去弄左阳城。代志交代好清楚啦。我也是无接电话呢。哦，安尼你的电话拢唔接，看起来哦，这误会一定甲伊伤害足深的。爸，是嘞啦，拢是我唔好。唔通安尼讲啦，啊，你知影家己安尼做唔对就好啊。即摆哦，上块重要的是赶紧找到凡凡，甲这个误会讲个清楚。我知，我一定好好甲伊回信的。啊，不过凡凡即摆电话拢唔接，咱嘛无法度确定伊是毋是有伫咧厝的。我看哦，咱是先甲伊联络着，再甲伊约时间，安尼较妥当。咱拢已经来到这，要规矩啊，直接去找伊，看是毋是有伫咧厝哩。我已经想清楚啊，迄时阵。我的跪下回失的，我就是希望讲会当得到恁大家的原谅，我嘛希望讲会当因为安尼，佮得到有好爸的机会，因为只有安尼做，我才会当弥补我对主家的伤害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想要当去主家，我想要哦为主家付出。用哦实际行动哦来忏悔。永琪，爸，可是恁若是甚么顾虑，我是会当理解。啊，不过永琪，多谢你啊，你搁专工哦带爸来遮，这对我的意义真正足大的。哇，恁安尼讲啦。我爸就应该来。我自细汉就是伫个一个无完整的家庭大汉，一直拢是予人乞笑、予人欺负，从来就无人因为欺负我来向我回事的。
我真正唔知影要安怎面对恁的道歉。永琪，你有啥物想法？爸，我哪有立场讲啥啦？爸，你决定就好。好啦，麻烦。来，来，别再哭啊！在搬回来住，大家拢是一家伙啊！爸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哦，佮我一个有好你的机会，嘛多谢你哦。我会当弥补我亲生妈妈的遗憾。